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无聊实验室。在台湾，每个单数月都可以兑一次发票。小编每次兑发票前都满怀着中奖的希望，但过几分钟兑完奖后，希望又马上被浇熄了。今天小编直接准备了150张发票来实验给大家看，发票的中奖几率到底有多低？实验开始。150张发票的中奖几率有多高？答案是150分之1。哇哦！台湾的发票最小奖是200元，想中最低奖200元的几率，经过计算后其实只有 0.27%， 真的是超级低的几率。小编在这边奉劝大家，还是努力上班赚钱，学习理财比较实在。那我们今天实验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并关注新富民海外旗舰店。要是你有想到什么超级无聊实验，想要小编替你做做看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都会亲自回复哦。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